的第一种发带就是现在这种，就是怎么讲，很像一个八字钮的发带，这种形状扭结，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夯跟红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有一点点小变化，就是像这种的，它上面有一个环的金属，就是戴上去，就之前新梅姐有介绍，戴上去它对有一点点造型。然后呢，像另外蝴蝶结也是基本的，好可爱，它是点点，然后是双色，然后比较厉害一点就是这个。不是厉害啊，就是更有造型，它是有点绑麻花，然后上面有蝴蝶结。我示范这个好了，把通常我戴啊，就是会先把它，哎，我今天好像可以不用直接戴，瞬间戴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，因为我都是要把它弄到脖子，然后再往，哎，今天好像突然。因为你底做好啦啊，对，我底做好，因为我后面其实有加那个喷那个立正站好，对，让它蓬一点，不然我头非常的扁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很像就是麻花辫，然后小造型的感觉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会用发带，所以现在有做了很多是很像发带，但其实它是发箍，比如说像这个，方便。然后它是有，它可以这样子，哇，你这可以放前面，然后戴上去，哦，两层。对你如果想要低调一点的话，你就是可以把它重叠，然后。放下来就比较低调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今天可爱一点，你可以把它弄开，真的好方便哦。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啦，现在好多韩国地方都有卖这个，就是花环，譬如说这要什么时候戴，去野餐，去音乐剧，海边山上户外露营，对啊，也可以啊，我觉得野餐最适合野餐哦。